抽的是不是？一号没抽，是吗？把气机手接来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好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再念啊。那这是啊。这是写给第35号的，是35号。你是35号是吗？啊，35号。啊，这是敬中学会全体送给35号师姐的祝福：六十吉祥，事事如意，念佛一佛，早日成佛。啊，阿弥陀。然后呢？这一位是给14号，14号是哪位？啊，14号啊。他听不懂。啊，左正美师姐在哪里？左正美师姐是哪位？啊，来，左正美师姐，请你念一下啊，你念一下，给他的念一下。吉祥如意，福慧增长。啊，吉祥如意，福慧增长，帕斯泰白瓦来。他看得懂，他中文看得懂，看懂是吗？中文看得懂。提醒在上方。哎，对，记得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是给15号的，15号在哪里？啊，有请左金玉师姐。左金玉师姐是哪位？左金玉师姐，来，要注意听哦。左金玉师姐是吗？哪位是？哪位是左金玉师姐啊？这位是吗？啊，来。啊，左金玉师姐献给玲玲姐祝福，念一下。啊，我错了，我念错了。啊。叫我念这个是吧？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哎，好，谢谢我金玉师姐，来，这个说好。谢谢。啊，哎，这个很有意义啊！哎，这个写的是，这是给17号的，17号是哪位？哎，这个。好，郑希娟师姐。是郑师姐吗？你是不知道。祝福他。这句话很重要啊。心有不得，反诸诸己。要记住哦。这一句呢，是我自己的座右铭。因为什么呢？以前呢，我就是一直的广播哎。管理的太多的人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你坐在上面管理人呢，你就是你要静坐，你一要静坐，你要静坐，养成了我最大的不好的习惯，就是连到我进入到念佛堂，我偶尔还会有，不知道经常是偶尔不知道，还会有这种习惯，所以我觉得我知道，这是我最大的缺点，所以呢，趁这个时候呢，向大家请求诸位原谅，因为这个是。跟着我几乎要40年了，街里呢这人很多，有时候不得不一定要这样的，所以呢，我最大的就是这里，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就是这里，所以呢，我知道这位师兄，就是你们也像我这样的坏脾气，然而呢还是有很多事要求别人嘛。打不如求自己好。是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很有意义啊！那么这一位的下位我非常幸运的，那是22号哪位？啊，22号呢非常幸运，得到了白师姐祝福。22也是谁？来来这边。我希望大家能这个付出。才能够结出耐烦，才能够超凡，投入才能够熟练，关怀才能开怀，自愿发心，相由心生，发心才能得到。
真心，阿弥陀佛。好好好，感恩。阿弥陀佛。哎，这很有意思啊！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号啊，这话都很有意义的。那么我现在手里还有五个号码，谁？啊，我再念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手里的号，不要忘记了。厨房的阿姨啊，厨房的阿姨要听好啊。黄金。